要了解网友的心声，要学像一点，像这个苏院长，像谢院长，他们都已经铺了好几年了，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对话，才能真正反映出民意。如果你今天要连任市长，也要先了解民意。其实郝市长最主要，你不应该把网络当成一言堂啊，你把不同的意见全部都把它封锁掉，你干脆就不要上这个河道嘛。你是市长哎，市民的不同意见，你今天出去拜票看到了，你要手握手啊，对不对？你总不可能出去手握手握手握手，拜托拜托，人前这样手握手，来人后背后就给人家马上给人家封锁，那不对啊。其实哦，郝市长能够上波浪啊，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好事啊，哈，至少你可以亲自一个字一个字打你的想法，那给所有的波友看。那政治人物上波浪，他也不是第一个。就我们所知，苏贤院长、谢贤院长也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敲，那也真实反映。那我们也看得出来，郝市长啊，这个对话其实有像他本人的语调哦，包括说解释不清楚，你们去看市政新闻稿。但是他这么快的时间，什么都还学不会，就学会封锁。哦，这个厉害呢，我还不晓得怎么样去封锁人家。封锁，这真的很厉害。你怎么还没散发讯息出去，你不会攻击，你就学会防守，这心态可以啦。所以美丽小跟班啊，林美丽啊，其实我大概也知道是谁的啦，也就是杨晓东当新闻处长的时候，延揽那某大报记者进到发言人室的一位美丽小姐。那你既然是小跟班，你应该也跟市长也建议了，那市长怎么会还搞这样子的扑浪这种玩法？我们看刚刚阮昭雄提的对，人家天王王子管什么？郝龙斌他现在确实也紧张了。各位如果做到我们国父纪念馆站，现在花灯即将在7号、8号就结束，你就听得到郝龙斌用他的话讲的国台语、客语、英语跟你讲，这是国父纪念馆站，那花灯就在这里展演，那请大家从这个出口。哎，那你这样我就要计较喽。那年货大街，那你怎么不在我们中山国中站？那也不在我们双连站，那跟他讲说年货大街往这边走。你现在开始你会紧张是好事，但是不要利用市政资源在搞自己宣传。你可以讲我是台北市长郝龙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不要想说我是郝龙斌，我管你是郝龙斌还是谁。你今天你如果市长，你愿意当代言人，你机会很多，那你不需要利用花灯，利用市政资源你再打你自己的广告。你现在你铺浪也完了，你制度性行销你大概也进来了，那你在各种市政管道的宣传你也做了，那你要求真实回应，你不要搞封锁这种事情。我们玩这么久，我们都是扑浪百大名人的呢，怎么还不会封锁你？郝龙斌你会，这奇怪耶。这件事情哦，我觉得很好笑。郝龙斌以为哦，把耳朵捂起来，可以装作什么都可以听不见，对不对？对那个扑浪的网友哦，他们的意见，他以为把他封掉了，可以装作什么都看不见的。我们台北市怎么会有这么阿 Q 的市长？真是非常悲哀啊！可是郝龙斌可能不知道哦，铺浪上面有限制哦，你最多只能封锁20万个网友。我看你这种哦使用速度的话，你一个月哦，你的封锁的扣打都已经达成了，哇！你有可能成为哦封锁王，真是封锁王，非常好笑。一个市长怎么那么没有，那都没有度量去查那雅言，去听人家的意见呢？玩这种封锁游戏真的很悲哀，也很可怜，很好笑。我这个昨天哦，2点多，你看我，我来看我的哦，这样看我的通知，我有两个新朋友要来请求加入了哦。来，到这里。你看喽、哦，我都马上哦，马上我都把他加入朋友。各位来看一下，我底下这个了 ，LUNGBIN。需要接受你的好友申请，那到现在他不理我，就是不理我了。我再把他取。没啦，那边去掉了。啊，那边去掉。我是这个，我大概看一下。小熊兵呢？怕1999了，赶紧救起来。龙兵。对啊。我需要接受你的好友申请啊！不理我就是不理我啊！这刚聊了一月再提的啦。好，市长玩扑浪哦，还有周休二日的啦。上班时间才会玩啦、啊，回到家才会玩啦、啊。1999，你也搞不通。日就不玩了啦。1999，视频热线，请拨分号码，查询热门行政咨询请按一，转接报人员请按
厂房抢屋，抢屋。那、欸、听话很贵，这样怎么办？那么久、哦。你刚刚发什么？怎么发连空连机码都出来了，要听多久？哦，还有那个，你连1999你都唔捌拍过，是讲慢慢拍过呢？跳舞好啊！好啦，阿龙，你别讲怪啊啦，紧的啦。九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一个网友，那我听说那个郝市长啊，他现在有那个呼浪哈，那我有给他加入好友哎，但是都没有加入，要怎么处理啊？是把我们封锁掉？拒绝。老公还是先提说你是要加入什么样的资料？就加入那个郝龙斌市长，还有往那个网络上的呼浪，那我有给他申请加入好友，但是都没有回。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睡觉，都没有回。所以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资料哎、欸。哦，没有这样的资料啊，所以那个呼浪不属于市政府管的喽。对，它不是属于我们市政府的，不好意思。你帮我反映。哦，那可以帮我把意见跟市政府反映一下好不好？跟市长是讲一下，因为我知道郝市长因为听到你们的声音。是是。他都把我们封锁掉了。啊，听说他有封锁很多网友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反映一下好不好？是是是啊，那转发言人试看看好不好？今天可以转吗？啊，他可以转，可以转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了解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哈，谢谢谢谢。发言人士，今天不上班了，美丽小跟班跑去睡觉了啦，不然我都早就给我加入好友了啦。谢谢大家啦，好，谢谢。所以那个呼浪不属于市政府管的，是呼浪哪会属于市政府管？哎，你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。他把你封掉的话就是这样，就变成说你的河道上就看不到他的。他报昨天都是出现这个，抱歉，你没有权限观看龙斌的页面，就这样子啦。被封掉看到的就是这个啦。好假人看啦，都看我这个是言堂。哎，真的嘞，郝龙斌市长，他有可能哦，他这个有可能再多一点的话，他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哦。这个全世界的新闻呢、欸，他变封锁王哎、欸，他不喜欢听的声音就把人家封掉哎、欸，网络世界，对啊，一个首都的市长第一天扑浪就把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封锁，这个也是世界奇闻呢、欸，就算中国封锁 Google 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网络又不是一言堂，当市长要有那个雅量啊，对不对？他不然在外面一直握手，回到家封锁。昨天到8点多的时候，就已经有400多个人被封了。晚上8点。对啊，小秘书没事干，你看他封到最后，他手都软了，就跑去睡觉了，所以他不理我了。一点我还是什么嘛？得播嘛？其实我知道是谁耶，我怎么不知道是谁？你认识没长官？对啊，李美丽，哎，李美丽。嗯、因为我是怕郝龙斌给我回应，没有，那不是我，有人冒名哦。啊，不过这个不会的啦，这个确定是，这一个确定是郝龙斌的啦。那个图很像那个小冰冰啊，那你看那个图啊，真的很像啊。所以你知道他是不是那个？别抖了。就是晚上8点多都400多个人。400多人被封了。封锁王。哦，在8点多就有400多个被封了。大家就哇哇叫了，所以昨天你看，我们那个铺啊，你自己看我的铺就好，那个都没人留的、啊。你被封了吗？那倒就有人更简洁的，你封了吗？欸、他要封别人，别人也会封他、啊，他这样不好啊，人家有互动啊，那政绩本来要让市民感受到啊。所以那些人都是去他的铺浪，对，有比较负面的，然后没有。你不见负面，他讲话就快十倍。可是他怎么知道？他觉得这个人不友善啊？他怎么知道？他很容易判断，他会先点他要判断他不友善就很简单了、啊。他会写那个庄瑞雄，他点他的就好、啊。比如说，他去点庄瑞雄一看，哦，这个人以前的言论，
就是在批市府的。看你发过的扑，那就知道你对他有不友善啊。对啊，黄向群。啊，所以也很简单啊，郝市长，我们也很简单啊，以后要上你的，我就很简单，我就先把你封掉，我再来加入你的粉丝，那你就不知道啦，我就不会在你的河道出现啊，那我都看得到你啊。所以这个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这个不对啊。我的铺浪一天到晚那么多人在骂我，我都甘心很骂他骂开心就好，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赵伟雄的铺浪都写好呆啊，我那写我都写好小兵啊，我没有写好呆啊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